么事？我也不知道。别路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真的没问题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们先把樊志宏干掉。是的，嗨，干掉他，嗨。不是日本，但是我们组织的人应该用我们的方法解决。破坏公司名誉，犯了组织的规矩，你应该知道该受什么惩罚。胡说八道，你没资格跟我这样说。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用帮规解决我们的事。刀，我替你准备好了。Stop!
绝对不会！